可能这样去看，感觉你也放。一袋袋红色喜气纸袋装满的物资，装载着各界爱心。尽管欢庆九九重阳关怀慰问活动，由尽管警察之友会及热心公益的余小姐响应，高雄分台同仁贴心的把营养谷片、冲泡饮等物资装成一袋。分台长黄建荣提醒长辈小心拿取。你好，这是我们尽管啊庆祝那个九九重阳节的物资啊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辛苦啦，谢谢。福山里长叶德龙说，辖区四万多人口中有300户是中低收入户，其中更有1/3是无法通过社会局审核补助，但确实生活困窘的里民，就必须想办法找资源援助。其实有些人是真的是非常需要，但是他没办法申请到补助。这是近百户，他是没跟社会局没有补助，尽量找机会找社会团体去关心他们。因为他是领不到任何的一个补助。接获通知前来领取的长辈们是笑容满面，也感染到现场工作同仁，在这微凉秋意的南台湾感受到一阵阵温暖气息。警广记者钟一如高雄报道。